但是玩小鱼嘴里送，真的好奇怪，谁知道你呢？可能接什么接谁的电话去呢？啊，不然让别人听见。那个狗去接电话了，这玩意儿还需要骗啊！我天，这人说话从来就嘴里就是没有一句假话。 我以为从来都是再讲到一级啊，一级的话，你想你想完成那个操作，你就只能咱们直接上线吧。只能是往我说你咋突然间安静了？不搭理我了。把握一定的距离，这个我不搭理的，那肯定就是你。厄斐琉斯顶级操作，好吧。奇奇怪怪。对，要是能完成这个操作的，那你有多余的钱可以买一个真眼吗？ 可以可以，是他吗？还真是，真的是他呀！对，我就记得上把的螳螂是个白银仔。我还是自己看一下吧。不是，他叫蜜桃奶油酱，那个是吗？他也是个白银。那个螳螂叫蜜桃奶油酱，名字可骚。 不会是给他对象上分的吧？哎，有可能，但是他是射，我他妈刀白这白刀刷的刀都要没。我已经看了，他暂停隐藏了。行吧，那通常隐藏战绩的都是有对象的。咋的？怕被对象发现跟其他男人玩还是什么的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我二级掉，我才二级。 都这么心机吗？你们这些女生？哇，都不是说这么心机了，我才不在这里边谈对象呢。有了一个教训就够了。那个前男友那个呢？<笑>我真的还不如去给这个风雨让他杀呢，真的。他这个名字还叫对面风雨，真的。你看小鱼人名字。 柔情恰似大姨妈，他们是会起名字的。我感觉我直接就被冒犯到了。你是多大呀？你还没说了。我肯定。OK，直接等会把那个舔狗的。你多大了？ 粉丝牌那个那个这个叫什么场馆下了，他把我炮死了。你比较大了，25、26。25。嗯，那我咱俩都一样大。对，慢热一点。尤其是在网上，哪有那么快就喜欢呀？根本就不可能。别，还真有人，有男的，就是见个女的就要去舔，见个女的就舔，多了去了。 没见过女的，现实肯定没见过女的，我跟你讲。那就真的见了个女的就搁这上去。哎，这螳螂有点烦，见个女的就搁这上去要好友舔什么搞。但是那个不叫喜欢，知道吗？只是对面是个女性，那不是喜欢。你说在征服者吧也差不多，其实征服者跟这边都是要需要 A 出来才厉害的。 A 不出来就如同一个摆设，知道吧？多少个厉害，但是，我靠，他回的好快啊！螳螂来了，没关系。哎，为什么上单都来了？忙不完。 看谁呀？这人伤害还挺高的，好像。干哪就完事了，一个人也搁这装，把他俩把剑刃给宰了。那你网恋，你跟别人奔现吗？说实话，主播刚刚打的宗师局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刀。 打铂金局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，到底是铂金菜还是宗师菜呀、啊？
是主播太厉害聊天还是公司太菜了？有点搞没搞明白。你看你把人家吓的溜。说如果网店跟人家网店奔现，那得往多长时间奔的好？相差太大了，有点。哎！闪现都没来得及按，离谱呀！我都说我讨厌这个英雄。赶紧给他做掉，给你爆出来。不知不觉就死了五回那年，完全一点不是他一直想要去找他，但是我不想找千里送，我不想。哦，对对对，看看，但是他也不愿意过来，想想是吧？做破败吧，还是做破败吧？我感觉两道不配的破败根本没怎么用，感觉。但是如果像我这种英雄。然后我就比较好奇而已，就问你。挺牛逼的，都网店了一年了也不分。那男的也不来找你，他到底为啥呀？是没钱还是啥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没有钱。是不是羊刀的特效有？那对我来讲没有用。那有时候不看我没办法推。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其实老粉上来 A 我的话，我就会很，我就觉得他好小。所以说这波就找队友好一点。现在后悔了。我不后悔，为什么后悔？只是我觉得他现在长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有20岁了。哎，好兄弟，我们俩一起在这被吹。这小鱼人不给你们甩个大，请你们吃鱼。这大招必须得！哎呦我操，大招干都干不上啊，好尴尬呀！不是，你倒是给个技能呐。我给不上，我真的按了。啥也不给呀！还搁在一，哎，他又来了，大大大大大大。我是准备给他技能的，然后他 Q 别人躲了我的技能，你明白不？屌啊！哎，他妈那个时候出羊刀的，给我出来来！这东西有什么屌用？你告诉我。这人惹不起。这东西有什么屌用？江江是谁发起的头杀呀？上单吧，应该还是小宝。我操！我们打野零杠四，他方明明看起来那么的生猛，他怎么零杠四？看移速加了很多，别看了，你是人吗？哪来的移速啊？那移速不是我狂风跟我的蓝切跟那个的吗？这移速，因为你在往下面走。往小鱼嘴里送。啊、哦，这就是你的老鼠啊！我之前那个倒挺好玩，当时不是有 bug， 还要可以触发10%的攻击特效，那会儿。我其他 AD 红 Q 有 bug， 不是羊头有 bug， 红 Q 有 bug。问题是你其他 AD 没这个战绩啊？那个、还挺好玩的，不要尬黑我啊！没看到18+1战绩啊？隐身了，
他又来打你了。我的白，救命！我直接逃离这个地方了吧？不可能待在这儿。这个逃了好像目前指定着我打，不好难做。给点面子嘛。他急了啊，坏了，要给我秒了吧。这小鱼还是有伤害的。嗯，他八到五呢，两件套三个戒指。我六成的。哎，那个